真係好澎湃。一來啦，一來嗰個心情係覺得哇，好耐冇入過呢一類嘅波鞋款啦。二來係我未試過一款鞋裡面我係入曬成首飾嘅，係啦，通常都會點都揀兩個咯，通常兩個頂盡三個。咁今次咧一共呢個款有六個色嘅，六個色我都入曬翻嚟 show 曬俾大家睇。咁我自己都著住咗呢個，係啦。咁同埋嗰個 style 上，我覺得唔係太局限。因為呢一類嘅鞋款通常都係會比較 casual 啲嘅感覺，咁除咗啲 casual 嘅 style 之外，其實韓國都係好盛行襯一啲西褲款，襯斯文少少有啲 ruffle 嘅 style， 然後襯一啲 casual 嘅波鞋款，其實佢哋係好 common， 即係好普通、好恆常嘅一件事嚟嘅。咁所以除咗一啲 casual 嘅 style 配襯之外，都想以一個比較斯文少少嘅 style 去襯出嚟俾大家睇咗先嘅。咁顏色係非常之靚，絕對係夏天嘅顏色。咁一共六個色，我而家著緊呢一個係淺杏色啦、淺藍色啦、淺粉紫色啦、淺黃色啦、最穩陣嘅黑色同埋白色嘅。近多少少睇 close up 俾大家睇一睇。咁呢啲款就真係冇咩難度去配襯嘅啦，咁係相當之 basic 嘅二襯嘅鞋款。我而家著咗西褲嘅，我特登 show 個斯文少少嘅 style 出嚟俾大家睇睇。我而家呢一個係淺杏色啦，咁另外好靚嘅顏色真係好靚，淺灰藍色啦、紫色、黃色、白色、黑色。咁同埋呢一個款咧，佢自己本身嗰個鞋墊咧係軟身之外咧，鞋踭嘅部分咧佢係加厚咗少少嘅，少少係啦，咁係咁樣嘅一個鞋墊，係啦，好冇？擺翻好對鞋先。這個我一陣先再整翻，係啦。咁我而家 show 咗個杏色俾大家睇。企喺度俾大家睇，我特登想 show 個比較斯文啲嘅 style 嘅，咁我而家著緊呢一條係真係比較正規少少嘅正規少少嘅西褲，咁我襯咗個 casual 啲嘅 style。咁當然啦，呢一個都係一個 ruffle 比較 lady 啲嘅 style， 咁襯出嚟嘅效果，咁想 show 俾大家睇就係呢一個嘅效果。咁我整翻起佢先。費事我怕我手震，大家拎睇得唔係好舒服。咁你話最穩陣，如果真係想參考我哋襯西褲或者襯得 lady 啲、斯文啲啦、斯文啲嘅 style， 想揀個穩陣顏色，咁當然係首選我而家呢個杏色、黑色、白色，的確喺襯斯文衫嘅配襯上是最十拿九穩的、最穩陣的顏色來的。一些 pastel 一點的顏色呢是真的會襯得 casual 一點，或者一些 sweet 一點的 style， 那個觀感會 show 到不同的效果出來的。大家可以揀兩對啦，一對穩陣襯西褲的，另外一個可能襯牛仔褲、或者一些 sweet 一點，或者一些真的casual 一點的 style 的時候，都可以多一個選擇去配襯的。係啦，咁都冇乜好挑剔㗎啦。咁呢個都係一個軟身嘅鞋墊啦。咁都係好舒適，亦都係好易襯嘅。咁我睇下大家中意咩色啦。